Hello，大家好，我系贤者，今日继续玩一个战争模拟器。咁一千个嘅装甲兵对住一个英雄，咁呢个人嘅名叫做 Chuck Norris 啦。咁听讲好劲嘅，咁一齐睇下佢有几劲。开始。哇！好轻松咁打到啲人。完咯，反关咗，翻唔知几多圈。OK， 我哋体验下，哇哇，啲动作好搞笑，成个雀仔咁样。keep 住，我再睇一睇。哇！嗰啲装甲兵照佢应该系啲铁嗰啲装甲，照佢应该都好重，但系点解？咁轻易就即刻掟走嗰啲人咧，嗰人系 hero。我睇一睇有几多滴血先，哇，有成100万滴血，太劲！一对嚟讲拗痕嘅啫，即扣咗20000左右啫，20000到啦。哇！打走晒啲人，哇！超敏捷，最超快嘅人，动作超敏捷，飞啊各位，飞起啦各位，各位见到啊，你要飞起啦你哋，唔好围殴我啦，飞起啦你哋，飞起啊！已经不知不觉间已经冇咗一半啦，已经。哦。哦。哇！好酷！喂 ，keep 高高高 ，keep 住，冲佢冲佢，斩！哇！我系点啊？斩斩哇！反弹到！咁你冇打我咁哇！下次 ，OK， 咁今次咧就继续一个 Chuck Norris 啦。咁由于上一集咧就系。就系斯巴达打唔赢呢个丧尸军队啦，咁所以今次咧，我就试下俾佢一个人打10000个人，睇下最后会点。冲啊！冲啊！哇！好轻松哦，直接打走晒人，哇、哦！嗰人超快的男人啦、啊，后面呢啲就系无所事事都等死啦，等。但如果是我呢，如果我是后面这些人呢，譬如这样，但见到这些，见到前面那些人呢，就不断在被人打走晒，跟着飞起，啊，飞起，跟着呢，我一定会协咯。啊，我由始都想这样飞起来的嘛，最后你是什么啫？哇！OK， 已经重重包围咗呢个 Chuck Norris 啦，但系睇个款应该都对冇乜嘢，即系扣咗少少血啫，对嚟讲都系。哇哇哇哇！哇，好窒好窒好窒！走走走走走！哇、哦！
你不知不觉间已经死了2000多2700了已经。哇 ！keep 住。佢打出嚟嗰啲嘢已经整一个拱起咗嘅地形出嚟。我睇下啲试下啲，哇！好核突，打格仔打格仔。哇！真系好呕心啊！我真系一句，哇！我要 keep 住。我想讲咧，呢啲。咁多人头喺度啦，或者恐惧症嗰啲人应该会超级惊啦，而家都密密麻麻嘅。OK，keep 住打，加油啊，寿司！虽然你都输硬噶啦，睇个款，但都加油啊！OK， 咁我就等一阵间睇下先。而家我打七七八八啦，咁我要睇下出嚟扣咗几多特票先。哇，扣咗大约10万特，对完全冇难度对呢班人，同埋咧渐渐打一个圈出嚟咯，围一个圈出嚟，非常之呕心嘅一个圈嚟。加油啊！继续打，最后四万几只啫，我都企喺只手指，我梗系七从啲队友死，我七走先啦，咁梗系保命要紧。OK， 食下花生先。場咧，速嗰度首先贏，打敗咗10000嘅喪屍大軍啦。咁如果中意條片嘅話咧，記得 subscribe 啦同埋 share。咁下條片咧就應該係會揾方法贏速嗰度嘅，但係少少難。咁佢就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